最无脑的武器——榴弹发射器，捡了一下午的垃圾，终于可以奢侈一把，爽！而这一局的实验室之旅，真的可以就用五个字来形容：牛掰！开局复活在车库，直接来到停车场的资源点，运气还算不错，比特币一枚，这也就是我两发炮弹的成本钱。当初的实验室人不是很多，榴弹发射器属于中距离武器，并不适合突脸近战。红卡房这个资源点是前期玩家的必争之地。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个受害人登场。这里由于视野不是很好，没能第一时间将这个玩家打掉。不过狭小的空间内，榴弹发射器有绝对的优势。闪身看了一眼，这个玩家正在紫卡房，一炮虽然没能打掉，但是这个玩家也处于重伤状态。两炮过后发现没有了声音，本来以为打掉的这个玩家会非常的富有，看到这个玩家的装备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浑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如我一发炮弹值钱。打掉这个玩家以后，实验室被彻底的清空，虽然没有任何卡片，但是实验室真的是肥的不敢想象。现在我也了解到为什么这么多科技大哥都喜欢来实验室。这是这局实验室获得所有的战利品，直接坐电梯撤离，来给我是专业的。